是这个麦当劳的特价活动，我花了19.8啊，买了4个汉堡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2个麦辣啊，这是2个卤辣啊，2个麦辣汉堡加2个卤辣鸡腿堡啊，才19.8啊。有很多朋友肯定感到不可思议啊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真的。好，那大家点开这个麦当劳小程序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写着12月14日啊，免费啊，享用这个卤辣啊鸡腿堡啊。我领了一个这个啊，然后它这个12日呢还有活动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麦辣鸡腿堡啊，麦辣鸡腿堡才9.9啊，原价是18块钱啊。所以呢，我用我的手机啊点了一个麦辣啊，再加上一个免费的卤辣，2个汉堡9.9。我老婆那头呢啊，也同样跟我这样下了一单，所以总共4个汉堡才花了19.8。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卤辣免费呢？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每周一是麦当劳的会员日啊，它每周一基本上都会推出一款免费吃的产品。我记得上上周是一对辣翅免费送啊，这周是免费送这个卤辣鸡腿堡啊，再加上12日这个麦辣的特价9.9啊。可以说呢啊，这4个汉堡总共省了50块钱啊，所以说今天呢，你不论吃中午饭还有晚饭啊，9.9就足够了啊，2个汉堡，一个麦辣，一个卤辣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觉得麦当劳啊周一会员日这活动加上12日这活动搞得怎么样呢？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实惠呢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儿。好，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。